我不好心，可能是失踪了你。我嘛把姓恒当作家己的后生疼疼。米姑的死，跟我是完全无关系。这点你为罗在兴那边纠结。搁再讲，我无需要骗，因为米姑是我乔永大。 就算我哥想要保护罗在兴，我嘛不可能对无辜的米姑去下毒手。原来我好心救米姑，我可以，我该恨的遐尔无。伊在世的时阵，我袂付出去，伊最后一面，我嘛记袂住。 其实米姑是一个真善良、真乐观的囡仔，就好亲像当年的你同款。是遮久啊，你讲我对伊无感情的，迄真正拢骗人的。其实我即摆还佫保存一寡当时伊咧用的物件。什么物件？我还宝贝好心。 可能是失踪了你，好可怜的东西，老师妈妈不好，我不敢再跟你生气了，不跟你做孽，我还是故意报复你。 你知我的心意吗？人生这么简单的梦想都无法实现。我是妈妈，就是嘞，妈想我等下做你啊，想不到。 你起来，起来，快些睡觉啦！但无起来，我就敢那短短一半年，我拢还袂牵你的手，陪你走路，我拢还袂听你叫我一声妈妈，我啥物都无得你做，你敢问我妈？ 我嘛无迄个面，叫你原谅我。是嘞，这是妈头一过看到你的模样，虽然妹较激动，你莫气啊妈妈吼，我会甲你的相片好好收起，袂甲你抛弃家己。 亲妈，你若阮情哟，阿麻烦你加讲看家，阿姨若做得无好的所在，请你多多包涵。阮嘛甲姓恒当作家己的后生疼疼。亲妈，我甲你保证啦，金玉若入门哦，我一定甲惜命命。啊，不过即马上重要的哦，着互两个囡仔赶紧结婚，生孙互咱抱。哦，若真正会当抱孙哦，安尼是足好的。 我那想着哦，迄款抱红爷的感觉，我就感觉足怀念。迄款无假的心情，歹势啦，我是想起吼，当初抱生命的意义，迄款心情，我嘛塞落忍袂住。陈长顺，你真正比我想的搁较空啊！ 想到我身躯顶流的血，竟然有一半是伊的，我就想要吐。安怎？听着，真有过去是着不了，是不是对伊的态度都改变了？我当然会改变，我会变甲加倍疼惜伊，更加唔甘伊，而且。
我不可能让人去伤害他。啊，那陈昌生，我一定会找机会慢慢讨回来。安尼就对啊，安尼我就当放心，将我金玉交你啊。苏安啊，看来真紧，等到都要办结束啊。但就是这条，我嘛想办法讨回来。正要结束，都结亏，以后就要好命啊。是的，正要以后，都要拜托你啊。那是万道会知影，我是陈昌盛的亲生后生，伊就无可能会把证据交予我。我袂阁继续听话做武山集团继承人，所以我绝对袂当予任何人知影我真正的身世。后来彭彩虹那老歹命，伊这么用心栽培、这么爱惜的后生啊，竟然是烂土搞袂出病，为了查某，什么代志拢不管。我若是生出你种顾袂起阿斗，我不如生这豆腐要我都只要啊。我讲你无啥小路用，唉，我即马开始后悔，我想来要答应恁老母继续跟你结嘛，比我呢做定义师了一过堂，都家己卡成恁命。不是，哼，真正有甚物款的老母，就嫁出甚物款的囡仔。恁老母啊，伊的野心遐尔大，迄款的优点你唔学，你学伊这。卡袂掉就要提茶啊，是提酒要共破，破这咁容易，破啊佫较准嘛是同款无出脱。无你规气去做一下，头发都夹光光，咁配嘴烂，恁上恁。是讲哦，算起来嘛多谢你啦，因为今仔个啉一杯了后啊，我真正感觉魂飞见骨啦。因为甲你这个天人世面的阿斗比起来，阮后生的问题真正敢那傻啊。人咧讲哦，比上不足，比下真正有一个依靠村。不管安怎，你所来好日子无偌济，所以以后你另外一个拢算我的。